Hello， 大家，希望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今天我们就是来到马六甲了。你看，我们后面就是到马六甲了。为什么要来到马六甲呢？上次见你们的时候都差不多是十月的时候吧。十月的时候，我们去 MSI 的 event，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跟你们玩啊，跟你们见面啊，跟你们就终于能见到你们南瓜了。但今天呢，就很荣幸的，很高兴再有这个机会来见你们，跟你们 1v1 CSGO。现在已经几点了？现在已经11:36了。所以现在还是带你们去 MSI 的 event 啊。今天不只是要来带你们来马六甲，只是去 MSI event， 我们晚上还会去 Jungle Street 啊，Jungle Walk 啊，去马六甲其他经典的地方，然后在这边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回去 KL 了。OK， 我们才就去吧。上一次去跟丁的时候，鲁纳西就有去，我就没有机会去了。本来因为需要做工。What the fuck was that？ 现在我才有这机会来马六甲见你们了。我希望我来对地方哦。哦，来到这里哦。NCS 在马六甲出名了哦。哇，你看，遇到我们了，我终于来对地方了。Say hi 一下 boss， 我绑着靴带。李小周在这边玩一玩。嗨，不要这样子，我妆还没有。我妆还没呢。OK。好，不可以哦，不可以放。给大家加个自己的带啊，这样子太多了。Oh my god！ 你要拍基地饭吗？就是没有，不要讲。MSI 给我的 KPI。哇！哇 ！P.R. 设定我的 KPI 今天要搞顶，今天是吗？ Yes， 是现在啊。Today， right now。现在。Best。100%。No God， please no， no。I'll beat you, Faith。Oh my， these guys。This guy's deep calling. I'm not playing, man. I'm just casting. I mean, if I played against you, you wouldn't be 1v1 later. 1v1 later. All right. 1v1 later. All right. Okay, 大家讲啦。Hi. 好尴尬。Okay. Hi. 哎呀，已经录，又开始录了哦。好，应该是了。啊，已经录了。Hi. 谢谢到来，谢谢到来。谢谢。我们看我们的天堂。Gay！ 等一下，我就坐这里了，跟大家 2v2， 不是 1v1， 可能有机会 1v1 啊，我懂了。看，等一下。不要这样耍嗨嘛！ 2v2， 开玩笑。Wish me luck。12 seconds later。那因为输了，所以现在就被惩罚，白屁呀！没关系 ，OK 的，一定很可爱。再输一场，再画一场好了。是可爱的。如果你输了，等一下人仓脸化呢，你可能要给我一支口红。OK。Oh my god！
啊，我这么长啊，怎么办？你有 pressure 会一直赢。有 pressure. Number four. OK 啦，那个时候我的 camera 刚刚好没有电了，所以来不及拍一个结论给大家看了。可是呢，当天跟大家一起玩。一起比赛真的是很刺激，刺激到哇！有时候他们玩 game 好像 hacker 这样，遇到很多强很强很强的观众哦，真的，尤其是这些啊，你看这些照片里面这些观众全部都是很厉害很厉害玩的。有机会的话，下次再见面，再一起玩。接下来我就是回去 hotel 咯，我回去 hotel 准备了过后就去 Jungle Walk 了，请你们继续看，耶！好啦，我们现在就到 Jungle Street 了，抬头猛。就是那个啦。香肠、鸟蛋、鸡粒，哎，怎么东西我也不懂，算了。哇 ，OK 吧。一个人吃两碗，哈哈哈。这什么玩意儿？这个神奇的，我有之前有拍过。这是 Doctor Gun。Gay。哇！这个就是我的牛牛咯。这个就是我的条那条龙啊，那几大只，摸摸一下会勃起。觉得这个像什么？关了，发过去。其实这个是拿来按摩鼻子的，不懂哦。我乱讲了。哦，这个是有金色的人的，他今天不在。他来了。拜拜。
哎，没有人踩我吗？没有人踩我。我们回到家了，今天忙了一整天，在房子假真的很爽。然后我现在我已经要换衣服、冲凉、睡觉啦，明天见哟。哇，其实这个已经没有，我没有拍到第二天了。再次感谢 MSI 给我这个机会来到马六甲跟大家一起见面一起玩啦、啊、认识了那么多 MSI 成员也是我的荣幸，也是好像认识了新的朋友这样，谢谢，再次感谢你们。如果你们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请按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尽量会 post 多一点 vlog 的 video， 下次再见哟，拜拜。拍到我的手。还是眼睛睡觉了，有没有？对啊。干嘛？